大家好，今天讲的题目是市场经济学。最近啊，黄金啊大跌啊、哦，那我那天看到了一个故事啊，想了一下，这个故事也许提供给大家啊，听一听啊，反正呢蛮好玩的。市场经济学啊，有一个商人，他到了一个地方去，看到啊满山遍野的猴子，他呢就跟这个村民讲：“嘿，我呢出。”每一只猴子呢，我出100块，啊、哦，跟大家买，啊、哦，只要你抓到猴子，我就100块给你买。现在姑且不论人民币、美金还是台币了，哈、哦，100块给你买。好、哦，村民一看，哎呦，100块，很好哎、欸，大家去抓吧。哎呀，抓了，大家去抓猴子，啊、哦，变成了这个村里面的显学，大家都去抓猴子了。抓来，商人都照买，啊，100块买，全买了。好、哦，哎、欸，可是呢？数量就越来越少啦、啊，越来越少了之后，没有猴子，他就说：“哎、欸，这样200块，可能价钱太低了，大家呢不够努力啊，一只200块跟大家买，还就有人更努力，更往深山里面呢去抓，哦，树上、地上啊，反正尽量想尽办法去抓就对了。哎呀，还要抓到一些哦，零零星星来，一只200块，他全部照买，好来，哎、欸，怎么又没有了？”哦，慢慢的又抓不到了。商人说：“那可能价钱还是不够，来一只300块跟大家买，300块，哇，现在涨到300块，赶快大家拼了老命去抓。”哎，没有，因为什么？已经都被你们抓光了嘛，那生囝都生没有好恁抓了，哦，没有了，还是没有吗？400块一只，还没有，500块一只。哦，我出最高价了，大家去努力吧！哇，大概去安尼哦，500块一只，已经涨5倍了。以前才100块一只，现在500块一只，还是没有。哇，商人有点失望，好吧，那就到别的村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商人走了，他的助理呢，助手跟大家讲：“哎，村民来，村民大会，大家快些！我跟你们讲哦，我呢，老板现在走了，我把那个猴子哦，我一只300块卖给你们。”那老板一回来呢，你们就500块卖给他，对吧？你很坦200块，是不是啊？呢，村民一想，哎、欸，对，赶快啊，紧嘞，紧加倍，哦，大家拢加这个助手嘞，买一只300块，拢买，买一只无够，买两只啊，可是厝里嘛无钱呀，来标回啊，好讲借钱，哦，开始尽量集资，一只300块买回去，就等谁？等商人回来，你看一只。每个把很贪能哎，这样好谈的代志，好，一下子呢，他们集资干嘛呢？把这个助手的猴子呢，全部买回去了，等着呢，商人回来一直要卖他500块。哎呀，那助手呢，钱收一收，好，走了。到现在，商人还没回来，商人没有回来啊，商人跟助手不过就是一个骗局嘛，就骗大家哦。把这市场行情炒高了，一只猴子从100块炒到500块，打个龙博都没有人有了吧？好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一只我300块卖给你，你现在你也可以赚到500块。可是有没有那么多市场？有那么多的需求吗？需要那么多猴子吗？”哎，可是呢，当初你100块去买的猴卖给他的猴子，后来你用300块呢给他买了回来，再也没有了，所以。谁会是最后一只猴子呢？谁会最后一只白老鼠呢？这好像，这个市场经济学，你听了会不会觉得跟很多事情可以 match 呢？所以啊，出手之前稍微客观冷静一点，去思考到底市场有没有需要这么多的东西？市场是供跟需组合而成的嘛，有供才有需，有需才有供。那个价钱都在那供需之间，你自己去拿捏咯，提供给参考。